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的规定，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为了维护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根据中国反外国制裁法的有关规定，中国政府决定对长期参与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美国军工企业雷神技术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侵权行为实施反制。中方再次敦促美国政府和有关方面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中方将根据形势发展，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和安全利益。